扮丑又如何？陈松伶觉得演员是笋工。好久冇见的陈松伶，松松姐姐翻嚟啦！近日松松姐姐翻无线拍剧，参演全职魔女，完全放弃靓靓嘅形象，转扮丑丑地嘅魔女啊！日前一众演员就出席杀科宴，不过咁松松姐姐被问到要扮丑会唔会太为难佢啊？佢就坦言，近日佢同老公喺大陆投资开剧，佢负责策划工作，老公就负责制片嘅岗位。辛苦过后先发觉，原来做演员其实系一份笋工嚟啊！系全世界冇一份工作系舒服得过演员，唔需要谂，所有钱又好，又可以所有人同你策划好晒。我而家先发觉真系好辛苦个策划工作。今次系第一次。第一次，我先生是制片人，我就是做策划，其实我是打杂，咁就佢就一个制片人啦，咁佢吩咐我做嘢，咁我就去依度张罗，嗰度张罗咁样啦，要埋班啦，咁又要成日长住喺剧组入边啦，咁样。